生命记第十九章一节，耶和华列神将列国的百姓剪除的时，耶和华列神也将因的地赏赐你，你承接来徛去因的城，甲因的厝，就到伫耶和华列神所赐你作业的地上，分别三座城，就将耶和华列神予你承受作业的地分作三区，搁到伊边道路，予五撒人的拢通走去遐。四节，五撒人的走到遐，通挖地，定例就是安尼。囡仔平素无结怨，无小心害死人的，就亲像人甲厝边去树那撮树木，树叶剥头一下撮，要撮迄个树木，想袂到剥头肉入去，伤到厝边的身躯。地到时，这个人到到迄个城的一座城，就通挖地。六节，免得报人命的，心火倒的时，追赶伊，因为路真远，就约着将伊杀死。其实伊唔应该死，因为伊甲受杀的兵数无相信，所以我吩咐你讲，要分别三座城。八节。耶和华你的神，若照伊对你的列祖所咒诅的，开阔你的境界，将所应允赐予你的列祖的地转言予你，你若遵守来遵行我今仔日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，爱耶和华你的神，常常遵行伊的道路，就到伫这三座城以外，搁加添三座城，免得无罪的人会悔。留在耶和华你的神所赐你作业的地上，老悔的罪就归在你。十一节，若有人怨恨伊的厝边，必得起来杀伊，必到死，就走到这个城的一座城，本城长老就着找人去对遐带伊出来，交在报人命的人的手中，将伊致死。你的目睭唔通可怜伊，却着对以色列中除去老无罪的血，予你通得到福气。十四节，伫耶和华你的神所赐你承受作业的地，唔通移刷你厝边的界子，迄是前的人所定的。十五节，人无论犯啥物罪，做啥物歹，唔通凭一个人的嘴做见证，也较得凭两三个人的嘴做见证，才通定案。十六节。闹凶恶的见证人起来，见证某人做歹，这两个小镇的人就都徛伫耶和华的面前，甲当时的祭司、甲审判官的面前。审判官的详细的查问，那见证的人果然是做假见证的，用假见证要陷害兄弟，恁就都款待伊，亲像伊想要款待的兄弟，安尼。就将迄个歹对恁中间堵起。二十三，别人听起拢袂惊，就唔敢伫恁中间阁惊安尼个歹代。你个目睭唔通可怜伊，得用命背命，用目睭背目睭，用嘴去背嘴去，用手背手，用脚背脚。